这个小伙子当时挣脱熊猫以后他就自己离开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找到。但是我们据这个现场拍摄的这个观众啊，他因为他接受记者采访以后，他这样说，说小伙子可能裤子被抓破了一点，但是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是立刻组织这个兽医对大熊猫进行了检查，包括我们还让这个饲养员这个持续的密切观察，那么发现大熊猫目前还是一切正常。